闻三观不保，特拜杨文广为兵马大元帅，讨伐西夏。只派一万人马抵挡十万敌兵，这不是圣旨，是送死令。杀！一个愿望，如果我不能与你长相厮守的话，我一定要和你战死沙场。怎么办？娘，孩儿冲动冒进，擅闯敌阵，让娘迫不得已多帅一智。朕见多帅可是杀头死罪啊。这一战就算是没有圣旨，我们杨家也会全力以赴，这是作为一个将士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何况圣命大于天，军令如山。